表示的也是下针。 V 字形符号下方有一根横线，表示上针滑针。下摆的针法为单螺纹，也就是一针下针与一针上针交替的纹理。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，因为织片是来回往返编织的，而编织图反映的是从正面看到的状况。第一行作为整个织片的正面，所以实际编织时反面要编织和图纸中相反的针法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首先起针，这里用到的是一针上针与一针下针交替编织边起针的方法。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我用棉线作为演示。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工具的型号，我们对应产品的详情页中都有介绍。因为前片针数较多，我们直接用环形针编织。编织之前先来认识一下环形针，是把两根棒针中间连接起来，使用比较方便。将线打一个活结，下方线头可以留长一点，方便最后收线头。左手拿起环形针一侧的棒针，穿入线圈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一针，这一针作为上针。右手用握笔的姿势拿起环形针另一侧的棒针，然后将线头在右手小拇指上绕一圈，用无名指和中指轻轻压住线，将这根线放在食指与中指之间。这个就是棒针的基本姿势。接下来将右棒针从上往下穿入左棒针上的线圈，用右手的食指带线绕线挑出，套在左棒针上。线不要拉得太紧，不然后面不好挑针。这是第二针，这一针作为下针。继续起针，起上针，将右棒针放在线头的下方，从下往上穿入到这两针中间。绕线挑出，套在左棒针上。这是第三针，注意线不要拉得太紧，稍微松一些没关系。再起下针，将右棒针从上往下穿入这两针中间，绕线挑出，套在左棒针上。这是第四针，起上针，线在上方，从下往上入针。起下针，线在下方，从上往下入针。如果大家忘记了起针的顺序，可以根据线头的位置来辨别需要起的针法。线头在后面就起上针，将针放到线的下方，从下往上穿入。线头在前面就起下针，从上往下穿入。按照这种一针上针一针下针的挑针方法，将需要的针数全部起好。这里我起13针作为演示，具体的起针数大家请参考图纸。9 10 11 12 13，大家看，这个就是起针完成后的样子。注意起针不算做一行。下面开始编织第一行，这里图解从右往左观看。第一针是一横的符号，表示编织上针。
正好线头在直平上方，将右棒针放在线头的下方，从下往上穿入左棒针第一个线圈。注意这里穿入的是线圈，不是两个线圈之间的位置。右手食指带线绕线挑出，左棒针放开线圈，这样一个上针就织好了。可以看到上针是瓦片的形状，有一根线横在上方。接着织第二针，第二针是一竖的符号，表示下针，正好相邻这个线圈在前面，对应的是下针，将线绕到针的下方，从上往下穿入左棒针的线圈，绕线挑出，放开线圈，第二针下针就织好了。下方这个辫子就是下针的纹理。织完了一针下针，后面又是一针上针的符号，编织上针，将线头绕到织平上方，右棒针从下往上穿入线圈，绕线挑出，放开线圈，第三针上针就编织好了，后面是下针的符号，编织下针，将线放回下方。注意上针换下针编织时，一定要将线放下来，不然会多针。从上往下穿入线圈，绕线，挑出，放开线圈，第四针就织好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编织规律。全部为一针上针和一针下针交替组成，这种针法就是单螺纹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编织，编织上针时线始终在织平上方，从下往上穿入线圈，上针换下针编织时一定要将线放到下方，从上往下穿入线圈。针法将织片反过来，这一行图解从左往右观看，第一针是上针滑针的符号，表示编织上针的滑针，这里第一针是下针的纹理，辫子的形状，编织下针的滑针，将右棒针从上往下穿入左棒针第一个线圈，不编织，直接挑到右棒针上，一针下针滑针就编织好了。图解第二针是下针的符号，表示编织下针，实际第二针是瓦片的形状，上针的纹理，要编织上针，将线头绕到织片上方。为了使织片边缘纹理整齐好看，稍微拉紧线头再编织，将右棒针从下往上穿入左棒针的线圈，一针上针就编织好了。第三针是上针的符号，编织上针，实际第三针是下针的纹理，编织下针，线头放到织片下方，右棒针从上往下穿入左棒针的线圈，一针下针就编织好了。可以反过来看一下，
从正面看，这两针是上针和下针的纹理。与图纸对应，这行也是一针下针和一针上针交替编织。大家可以对照纹理编织对应的针法。瓦片形状编织上针，辫子形状编织下针。按照针的方法往下把剩下的织完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二行完成后的样子。接下来编织第三行，这一行从正面编织，将织片反过来。第一针是上针滑针的符号，编织上针的滑针，将右棒针放到线头的下方，从下往上穿入左棒针第一个线圈，不编织，将线圈直接挑到右棒针上，上针的滑针就编织好了。完成后编织一针下针，后面的线圈靠后编织上针。这一行也是一针上针和一针下针交替编织，对照纹理把它们织完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三行完成后的样子。我们在织片这一面任意位置扣一个记号扣，标记织片的正面。如果大家没有记号扣，可以用回形针或者别针代替，也可以根据起针的线头来辨别。线头在左手边的位置就是正面。继续编织第四行，这一行从反面编织，将织片反过来，编织和图解相反的针法。第一针对照纹理编织下针的滑针，右棒针从上往下穿入左棒针第一个线圈，不编织，直接挑到右棒针上，下针滑针就织好了。后面对照纹理编织，一针上针和一针下针交替编织，往下把它们织完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四行完成后的样子。我们来看一下下摆的编织规律，全部是一针上针和一针下针交替编织单螺纹针法。从第二行开始，后面的每一行的第一针对照纹理编织滑针，大家可以根据纹理也可以对照图纸一直编织到对应行数，这里我就不演示了。现在这里是一个已经编织到一定行数的样品，我教大家一个数行数的方法。织片表面有一列一列的辫子，一个辫子表示一行，数一下这样一列有多少个辫子，表示已经织了多少行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这一列一共有六个辫子，表示已经编织了六行。注意起针不算作一行，棒针上挂的线圈也不算一行。因为每一行的第一针编织的滑针，织片左右侧边都有这样一列辫子。这个就是滑针的纹理，下摆部分全部是单螺纹针法。单螺纹无论是从正面还是背面看，都呈现出一样的花样。这种针法的弹性比较大，常用于编织帽边
袖口、衣服下摆、手套、手腕等部位。接下来学习身片的编织方法，来看图解，沿着下摆部分继续往上编织。身片全部是下针的纹理，大平针花样。图中 V 字形符号表示下针的滑针。身片也是来回往返编织的，反面要编织和图解相反的针法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这里我继续用这个小样演示，先编织第一行。第一针还是编织上针的滑针，后面全部编织下针，将线头放到织片下方，往下把它们织完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一行完成后的样子。接着编织第二行，将织片反过来，这一行从反面编织和图解相反的针法。第一针是下针滑针的符号，因为是从反面编织，要编织上针的滑针，后面全部编织上针，往下把它们织完。注意，因为上一行编织的上针滑针，为了使边缘纹理整齐美观，要将右棒针从下往上穿入后方这个线圈位置，编织上针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二行完成后的样子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编织规律，都是在正面编织下针，反面编织上针，后面每一行的第一针对照纹理编织滑针，在正面编织下针的滑针，反面编织上针的滑针。后面反面编织时，最后一针正常编织即可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对照图纸编织到对应行数，这里我就不演示了。在编织过程中会遇到加入新线的情况，我演示一下这里的接线方法。将正在编织的线头和新线线头留出大约10厘米左右的长度，打一个死结。拉紧。这样就接好线了，继续往下编织。编织到打结位置时，将这两个线头放在织片的后方。注意，无论是在正面还是背面接线，都要将接线的线头放在织片的背面。完成后对照图纸继续往下编织。编织到打结这个线圈时，调整一下线圈大小，让织片纹理保持一致。这个就是接线方法，这两个线头暂时不用收，后面遇到接线的情况都是按照这种方法，我就不再重复说明了。身片编织完后开始编织胸片，来看一下成品。沿着身片继续向上编织，胸片也是大平针花样，编织过程中需要分出前后片。我们将外套平铺正对着自己，左侧的织片就是左前片，右侧的就是右前片。先编织左前片，然后编织后片，最后编织右前片。先学习左前片的编织方法，来看图解。左前片分为三个部分，上下两个部分是减针区，中间是不加不减针区。图中人字形符号
表示下针的左上两针并一针，入字形符号表示下针的右上两针并一针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这里我用一个小样演示一下编织方法。先编织左前片第一部分第一行，这一行从织片正面编织，对照图纸编织对应数量的下针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针数较少。第一针不要忘记编织滑针。图纸这一行倒数第二针是入字形符号，表示编织下针的右上两针并一针，将右棒针从上往下穿入左棒针第一个线圈，不编织直接挑到右棒针上，左棒针第二个线圈编织下针，完成后将右棒针第二个线圈套在第一个线圈上，这样一个下针的右上两针并一针就编织好了。可以看到右侧的线圈在上方。接着编织一针下针。这样第一行就织好了。接着编织第二行，将织片反过来。这一行从织片反面编织，为了方便编织，这里可以用棒针编织，大家也可以直接用环形针编织。用环形针编织时，需要在上面套一个胶扣，方便区分。这里我直接用棒针编织。这一行全部编织上针，第一针对照纹理编织滑针，往下把它们织完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二行完成后的样子。接下来编织第三行，这一行还是在织片末端减针，将织片反过来，取出第二根棒针编织。第一针编织滑针，后面全部编织下针，一直织到左棒针还剩三个线圈。现在编织到了对应位置，编织一针下针的右上两针并一针，右棒针从上往下穿入左棒针第一个线圈，不编织直接挑到右棒针上，左棒针第二个线圈编织下针，完成后将右棒针第二个线圈套在第一个线圈上，一个下针的右上并针就编织好了。左棒针还剩一个线圈，编织下针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三行完成后的样子。继续编织第四行，将织片反过来。这一行从反面编织不加不减的上针，第一针还是编织滑针，往下把它们织完。这样第四行就织好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编织规律，都是在织片正面末端倒数第三针的位置减针，编织下针的右上并针，反面不加不减，按照这样的方法将第一部分织完。这里我就不演示了。第一部分完成后，
开始编织第二部分，不加不减针区。这里我继续用这个小样演示，全部编织大平针花样，在正面编织下针，反面编织上针。每一行的第一针不要忘记编织滑针，先将第一行织完。第一行织好后，在这一行任意一个辫子上扣加扣标记。方便后面数行数。大家自己推到图纸编织到对应行数，最后从织片正面结束。这里我就不演示了。第二部分完成后，开始编织第三部分。这里我继续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编织方法。先编织第一行，这一行从反面编织。第一针还是编织滑针，后面全部编织上针，一直织到左方针还剩七个线圈。现在编织到了对应位置，剩余的七个线圈暂时不编织，可以将这几个线圈扣在记号扣上。将记号扣从右往左穿入线圈，一针一针的挑出。扣好记号扣，如果大家没有记号扣，也可以用线头穿一下，打一个活结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一行完成后的样子。下面编织第二行，可以在第一行正面扣记号扣标记，方便数行数。第一针还是编织滑针，第二针是人字形符号，表示编织下针的左上两针并一针，右棒针从上往下穿入左棒针前两个线圈，编织下针。一个下针的左上两针并一针就编织好了，左侧线圈在上方，其余全部编织下针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二行完成后的样子。接着编织第三行，将织片反过来，这一行从反面编织，全部编织上针，第一针还是编织滑针，往下把它们织完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三行完成后的样子。继续编织第四行，将织片反过来，这一行从起始位置减针，先编织一针滑针，接着编织下针的左上两针并一针，右棒针从上往下穿入左棒针前两个线圈，编织下针。一个下针的左上并针就编织好了，往下编织不加不减的下针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四行完成后的样子。接着编织第五行，从反面编织不加不减的上针。第一针不要忘记编织滑针，往下把它们织完。
这样第五行就编织好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编织规律，都是在织片正面右侧第二针的位置减针，编织下针的左上并针，反面不加不减，每一行的第一针还是对照纹理编织滑针，按照这样的方法一直减到图纸对应的针数，然后再编织几行不加不减针，最后从织片反面结束。大家自己对照图纸把它们织完，这里我就不演示了。全部完成后，将线头留出大约10厘米左右的长度，剪断。为了防止线头脱落，将线头打一个弧结。这里线圈暂时不收，将它们挪到棒针的中间位置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左前片完成后的样子。接下来编织后片，来看图解。后片分为两个部分，第一部分在织片首尾减针，完成后编织第二部分，不加不减针区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我继续用这个小样演示，先编织减针区第一行。编织之前，将环形针右侧前七个线圈修针，用胶扣将它们扣起来，从右往左穿入线圈。完成后再编织，取出新线线头，将线头打一个活结。右手挂好线头，第一针编织下针，右棒针从上往下穿入左棒针第一个线圈，将打结的线圈挑出，调整一下线圈大小，注意打结的位置不要穿出线圈，第一针下针就编织好了。后面两针编织下针的左上并针，右棒针从上往下穿入左棒针前两个线圈，编织下针，左上并针就编织好了。往下全部编织下针，具体针数请参考图纸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针数较少。织完对应数量的下针后，编织一针下针的右上并针。完成后编织一针下针，接着将左棒针前面七个线圈修针，将它们扣在胶扣上面，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一行完成后的样子。因为后片针数较多，后面我们直接用环形针编织即可。为了方便编织，将环形针剩余的线圈挑到一根棒针上面，取出一根棒针，从右往左穿入线圈，一针一针的挑出，往下把它们挑完。将线圈挪到棒针的中间位置，后片左右修针的七个线圈是腋窝部分。接着编织第二行，将织片反过来，这一行从反面编织，全部编织上针，第一针对照纹理编织滑针，往下把它们织完。编织过程中注意起针的线头不要脱落，大家看，
这个就是第二行完成后的样子。继续编织第三行，将织片反过来。这一行在织片首尾第二针的位置减针，先编织一针下针滑针，接着编织下针的左上并针，完成后编织不加不减的下针，一直织到左棒针还剩三个线圈。这一行在织片首尾第二到三针的位置减针，现在编织到了对应位置，编织下针的右上并针，左棒针还剩一个线圈，编织下针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三行完成后的样子。接着编织第四行，将织片反过来，从反面编织不加不减的上针，第一针对照纹理编织滑针，往下把它们织完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四行完成后的样子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编织规律，都是在织片正面首尾第二针到第三针的位置减针，反面不加不减，大家自己对照图纸编织到对应行数。编织过程中注意，之前左前片预留的线头不要脱落。最后从织片反面结束，将减针区织完，这里我就不演示了。减针区完成后，接着编织第二部分不加不减针区，方法比较简单。实际编织时，第一行完成后，在这一行任意一个辫子上做好标记，方便数行数。大家自己对照图纸编织到对应行数，我就不再重复演示了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后片完成后的样子。后片完成后，线头暂时不用处理，将它和左前片连接起来，将两个织片正面相对，反面朝外，顶端线圈对齐，将后片预留的线头放在右手边的位置，用浮针收针的方法将前后线圈连接起来，直接用环形针编织，右手挂好预留的线头，将右棒针放在线头下方，从下往上穿入后方环形针的第一个线圈中，再穿入前面棒针的线圈中，编织上针，绕线，先将线从前面棒针的线圈挑出，松开前面棒针线圈，再从后方线圈挑出，松开线圈，第一针就编织好了。继续将右棒针从下往上穿入前后两个棒针的第一个线圈中，编织上针，先穿入后方的线圈，再穿入前面的线圈，绕线，也可以将线一次挑出这两个线圈，松开两个棒针上的线圈，第二针上针就编织好了。完成后，将右棒针右侧的线圈套在左侧线圈上，这样就收好了一针。接着收第二针，右棒针从下往上先穿入后方的线圈，再穿入前方的线圈，编织上针，完成后将右侧线圈套在左侧线圈上，第二个线圈就收好了。这种收针方法就是上针的浮针收针。
拉大线圈，将线头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。稍微拉紧左前片预留的线头。将两个支片就连接好了，为了防止线头脱落，可以将两个线头打一个活结。将后片剩余的线圈挪到环形针的中间位置，将支片反过来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左前片和后片连接完成后的样子。接下来编织右前片，来看图解。右前片也是分为三个部分，编织方法和左前片类似。右前片第一部分，在支片开始第二针的位置减针，编织下针的左上并针。这里需要加入新鲜线头编织，可以参考后片第一行的编织方法。完成后编织第二部分，不加不减针区。方法比较简单，大家自己对照图纸把它们织完，这里我就不演示了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二部分完成后的样子。下面编织第三部分，先编织第一行，这一行从支片反面编织。前面七个线圈需要修针，将它们扣在记号扣上。完成后，将线头留出10厘米左右的长度，剪断。为了防止线头脱落，将线头打一个活结。编织过程中一定要随时注意这个线头不要脱落，其余的线圈都是编织上针，将新线线头打一个活结。右手挂好线头，右棒针从下往上穿入左棒针第一个线圈，将打结的线圈挑出。调整一下线圈大小，打结的部位不要穿出线圈。第一针上针就编织好了，往下将剩下的织完。这样第一行就织好了，我们可以在正面这一行任意一个辫子上做个标记，方便后面数行数。后面的编织方法比较简单，大家自己对照图纸将剩余的部分织完，最后从织片反面结束。编织过程中注意这两个线头不要脱落，这里我就不演示了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右前片完成后的样子。接下来将右前片和后片拼接起来，连接方法和左前片相同，将两个支片正面相对，反面朝外。线圈挪到棒针的边缘位置。线头放在右手边。
顺着织片反面的纹理将线头收好。大家可以多收几针，再剪掉多余的部分。其余的线头都是按照这样的方法收好，这里我就不演示了。右前片之前断线的这个线头暂时不收。线头收好后，除了修针线圈的记号扣，取下其余的记号扣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前后片连接完成后的样子。接下来编织门襟，来看一下成品。先沿着身片左右侧边挑针编织。门襟都是单螺纹针法，左侧门襟通过挂针和并针编织出扣眼。下面